在香港昂船洲军营，海军宿迁舰、荆门舰等多艘舰艇驶离军港，展开海上舰艇损管、航行补给等科目训练。在石岗军营，空军直升机迅疾升空，进行编队飞行训练，完成新年度首飞任务。驻香港部队的装甲、特战、通信等多个专业兵种还展开了装备实操、特勤处置、擒拿格斗等科目训练，点燃新年练兵热情。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新起点、新征程，我们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，不断提高履行香港防务能力。在驻澳门部队珠海正陵营区，官兵们展开格斗、刺杀、步兵班战斗等科目训练，锤炼官兵的技战术水平。新年度我们将大力加强实战化、体系化训练，提高履行防务能力，争当维护一国两制伟大方针、维护澳门繁荣稳定的忠诚卫士。